朋友们，美不美？由你们来评价这种绿龙蒿。你看，看到没有？这个颜色，是不是？哇塞，太好看了呀！你看，它其实生长的这些地方，你看，全部的裸石滩，然后我感觉好像没水，很干旱。但是它花开的真的太好太好看了，是吧？只能用美来形容它，呵呵。然后旁边还有株那个红景天，看到没有？红景天倒是挺多的，你看这个地方，哇塞，全是这种乱石堆儿啊，看到没有？